对了，阿占，明天。现在做第二条了。水叔，嗯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没有，有还是没有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呢，在电视台当编剧的，他有一场戏是讲银行的，而他希望你帮一下忙啊。不过我只是一个秘书，银行的事情马来高比我还熟啊，你去问马来高啊。不是，他就是需要秘书的资料啊，剧名叫《女秘书的生涯》。可是我每天都要温习功课，会计师就要考了。饭总要吃的，就在吃饭的时候耽误你两个钟头啊。啊？一个钟头。啊？半个钟头。相信耽误你半个钟头没什么影响吧。等等，哎，你知不知道阿占他？阿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喂，啊，你干嘛没事来我房间，还站在我的书桌上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看你一只大蟑螂，哎呀，怪吓人的，有一只手指头这么大。我从厨房追到厕所，又从厕所追到这里，哎呀，真厉害呀！蟑螂跑哪去了？刚才在天花板上，哎，吓你一跳啊，啪，掉在地上了，生死未卜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这么厉害。臭小子啊！哎，干什么？你再不走，生死未卜的是你！哎呀，我好心帮你抓蟑螂，你动手打我，谁叫你进来干什么？走就走嘛，好心没好报。什么怎么办呢？送他一束花，向他示爱呀！哎，啊，真的要拿花向他示爱？喂，他要是不答应，不接受我的花，我岂不是很糗？怎么？怕糗啊！哼，你是不是想打一辈子光棍不娶老婆了？马来基，起来吃早点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醒了。快一点，大少爷。马来高，怎么你在弄早点啊？妈一大早去看爸爸了。哎，干舅舅呢？他下去买油条啊。嘿，天助我也！那请看早场，不看是你的损失啊。哎，马来基啊，你真的偷拍水叔啊？那还用客气啊？以牙还牙。谁叫他先拍我的呢？你算了吧你！喂，你真可以啊，有戏看还不想欣赏？缺德鬼私生活大揭秘啊，百年难得一见！哎，开场了。哎，我没兴趣啊，要是没穿衣服啊，那多难为情啊！你根本就不识货，这样子才过瘾嘛。哎，干嘛走来走去的？春心动了！哎嘿，喂，马来高，快来看呐！哎呀。买束花送给他，哎，过去看看，向他求爱啊。哎，求爱呢，求爱呢！哎，开大点声给你们听啊，求爱呀！他舅舅还真能保密啊，原来已经有了女朋友了。我的花，我是不是很糗？自己跟自己说话呀，怕糗啊？你是不是想打一辈子光棍啊？不缺钱吗？才没有呢！哎呀，真是要命！不过。我的心呢，扑通扑通跳。哎呀，上了年纪还心跳，有没有搞错？你还想脱？喂，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哎，水叔，你过来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的梦中情人到底是谁呀？是谁？一定是四楼的航空母舰。喂，呀，说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这是我呀！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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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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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你，换了啊！哎，一定看完了，知道水哥已经爱上你了，啊！你害了水哥，每天神魂颠倒，我神魂颠倒，神魂颠倒。阿占，阿占，阿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啊，很爱你啊。不是。我在排话剧呀，我在排话剧。哦，我没有告诉你们吧？我最近参加了业余话剧团，我在家里排练呢。哦啊，原来。
来水叔是在排话剧呀、啊。对、啊、哇，水叔啊，你的演技太棒了。是是是，他们也夸我演得好啊。是是，演得真好。是真的、啊。会不会因为女主角叫阿战，所以你才演得那么好呢？对呀、啊，那个编剧说啊，阿战这个名字俏，所以。就叫阿战了啊、哦！喂喂，编剧有没有说你的名字土，把男主角的名字改为阿水呢？啊！哇，戏看完了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有什么好笑的？笑什么？就是嘛，有什么好笑啊？就是嘛，有什么好笑的啊？还笑？你们这两个混蛋啊！还没玩够啊？亏我大老远的去买油条给你们两个吃，你们居然耍我啊！耍我！耍我！水叔。怎么巧？你也用洗手间？哎，没关系，你先用啊。你用吧。我不急啊，你用吧。我也不急，你用。真的我不用。你真的？我想，我还是不用了。啊，我。哦，哎呀！笑笑笑！你们从昨天笑到现在啊，还没笑够啊？阿战，你何必这么紧张呢？其实马来基跟舅舅一向就是疯疯癫癫的惯了。你还说？好。哎，阿战，说正经的。坦白讲，你觉得我舅舅他怎么样？怎么，你觉得我跟他很相配吗？配不配呢，并不是问题。不过呢，并不是因为他是我舅舅我在夸他。他这个人呢，心地蛮好的。那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又不赌博，又不玩女人。像他这种男人啊，早就快绝种了。如果我是女孩子，我早就考虑了。阿战，老实点，咱们是自己人，考虑一下。嗯。把他说的那么好，你自己嫁给他好了。哎，来，真的。阿战，阿战，阿战，别那么小气嘛！阿战呐，你这么多东西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这么多行李啊？阿战要搬到方小姐家里住，文书清静一点。啊？哎，你真是的，老是心不在焉，文不下书。搬去方小姐那儿住也好，不过你要用功温书，考不取不要回来见我们，知道吗？啊？哎。阿进。嗯。帮阿战拿东西。知道。梅姨。再见，再见，马来基，再见，再见。水柱啊，不，请你让让。你帮我抬起来。哦、哎，来，我帮你抬起来。行了，不用了。门我来关、哎。来了，行了，再见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水生，看样子你是没希望了。是啊，没戏唱了，干舅舅算了吧。啊，全是你这个臭小子害我，根本不关我事啊。还说不关你的事，害得大家现在都不好意思。现在人家害臊要搬走了。啊，你还说我啊，好心人没好报啊，全靠我瞎猫撞死耗子逼得阿战表态。你现在不是更好，不会为这件事烦恼了吗？那阿战摆明不要你了，你也不要浪费子弹了。要知道你的弹药已经剩下的不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个臭小子，你还说干什么？追不到人，你拿我出气啊？我懒得跟你吵啊。难怪你没人要呢。
哇，你连这棵心愿树也搬过来了。嗯，是啊，好像搬来要常住似的。哦，能常住就好了。全叔非常欢迎你啊啊！全叔你真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每天弄渣渣给你吃。一言为定啊。哎呀，舒婷啊，嗯，你说我这棵心愿树放在哪儿好啊？啊，哎，这样吧，就搁在我这棵旁边，好啊。哎，让我沾沾你的运气，使我的愿望赶快实现。哎，我的心愿怎么比你多那么多啊？是啊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你贪心喽。嗯，这不叫贪心，叫多心。哎，现在我们两个交换一个心来看看。哎，就一个吗？哎，哎，这可不能随便交换的哦。哎，人家跟你闹着玩的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呢，里面一定是写了一个男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哎，当然不是啦。不是？说的也对，在银行里面我没见过有人追求你，也没有人送花给你，你到底想不想嫁啊？你想知道？嗯，来啊。我呢，哎呀，那个死丫头啊，难怪你的二西西啊怎么叫都不会，原来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。哎，人家关心你嘛。学我干妈说啊，谢谢你，不必了，谢谢你。大家发言的时候尽量简单扼要，请不要再岔开话题，我们讨论完这个议程就可以散会了。好啊，哎，这个会好像总是开不完呢，害得我的痔疮又犯了。怎么，你的痔疮还没有去治啊？喂，你可以找李医生，他这方面的。千经理，这是你们私人的事，请你们散会之后再慢慢研究好吗？总经理，请你继续。关于派谁去大普林村分行当经理的问题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是谁那么倒霉啊？喷泉。谢谢。哎，不行不行。舅舅怎么不行啊？哎，你就算不让我说下去，我也再说下去了。那裴雀这个人呢，斯斯文文的，说话又，哎呀，说话的声音又那么小，像个蚊子在叫啊！你说让他去大普林村当分行经理，哎呀，跟乡下人打交道，这不是要他的命吗？哎，那些乡下人真的是很凶啊！我曾经领教过，那每次一到了过年的时候呢，不是要红包了，就是要什么春联了，银行挤满了土豆，争先恐后的，秩序大乱呢。哎呀，就跟抢一样。哎呀，那些乡下人呐，他们要不吵翻了天呐，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。舅舅，舅舅，你不要岔开话题。哎呀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其实呢，何必去大普林村呢？那么远开分行，那儿早就已经有了信息银行了。人家不止装潢美观，设备也齐全，甚至于我们的员工新制服呢，也比不上人家。我们是土黄色，穿在身上土里土气的土包子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啊，你们觉不觉得？喂，你们说表哥啊，你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头上来了？新制服是我找人设计的。哎呀呀，我给忘了。不过的确是很土，表妹。哎，你昨天有没有看《欢乐今宵》时装表演的模特？那个模特太正点。你看呢，腰是腰，腿是腿的，请他拍一幅月历照啊，肯定美死人呢。钱经理，哎，你也同意了是不是？钱经理，我们现在回到正题上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啊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这项议程留到明天再讨论。嗯，散会。散会了。看得通啊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昨天那个模特也算正点，瘦不拉几的，两条腿像猪梗似的，哎，还穿短裤，真恐怖。真是瘦了点，不过长得甜的，我就喜欢这个调调。离谱！开什么会啊？几个议程谈了一个下午，什么也没谈出来，说的全是废话。有他开会啊，谈了酒气也谈不好啊。都怪我没用，控制不了他们。根本不关你的事。总之，只要有甘瑟通在场。用万能胶也封不住他的嘴啊。三叔，这样吧，以后我们开会呢，最好先把我们要谈的事情呢事先谈好，你要决定什么一早决定好，省得他老是打岔。好。哎呀，舒婷啊，你每天只顾着忙银行的事情，到三更半夜才回来，你说男人怎么追你呀？爸爸，有男人追求我再说吧。哎，
阿振还没回来。他回来了，一进门就笑眯眯的进了房间了，到现在还没出来呢。哼，哎。喂。喂，请问你是不是方淑婷小姐啊？我就是，你是哪位？我知道我今天打电话给你很冒昧，可是我实在控制不了我自己啊。先生，我看你找错人了。哎，方小姐，你千万别挂电话，我是考虑了很久才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才敢打这个电话给你啊。哎，是不是那人呢？嗯，这样你不告诉我你是谁，那我就……哎，要是男人要告诉我呀，哎，我就挂电话了。杜小姐，你千万不要挂电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点点资料。我呢就在你们银行隔壁的银行做事。请问你最近有没有发觉有一个戴眼镜，样子呢也很英俊的男士，风雨不改，每天站在永业门口含情脉脉地盯着你。虽然我们两个人好像距离很远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好像很接近，彼此都听见对方的心跳声。方小姐，我真的很喜欢你啊。那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已经被你的风采深深吸引住了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哎，哇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幸亏我回来的早，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上一当了。哎，别打别打别打，你个死丫头。哎，救命啊。不激动，快说为什么你的声音在电话里会变成男人的声音的。你看，就是这部变声器啊，刚才呢我逛街的时候买回来的，很好玩啊，你试试看，很刺激的。真的？嗯，变什么声音都行啊。试这个好。哎啊，是男人声音呢。爸爸，刚才那个人呢并不是男人呢。可是你又叫他先生呢。钱玉珠啊，你现在也变成女人了。哎呀，我真以为是男人打来的，原来是假的，是你在房间里拿这个骗人呢。对不起。哎，早点睡吧。姑奶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哎，是不是什么声音都能变？当然了。哎，淑婷啊，我们现在开开别人的玩笑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找谁呢？马来高。马来高。嗯嗯，不要揍他。啊！蒋公馆，是的，请等一下，钱先生，你电话。啊。喂。喂，请问钱永通先生在吗？不不不，艾姐，你待会儿再收拾啊。哦。是哪位啊？你猜猜我是谁呀？Maggie。嗯，我再让你猜一次。哦，Betty。你怎么这样子嘛？那么快就把人家忘了。啊，记得。难道你是水晶宫的维吉尼亚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死鬼，怎么那么久都不来找人家？你还说呢，我每次找你，你就跟那个圣女贞德一样，碰都不让碰。嘿嘿，下次可要捧着贞节牌坊才敢去找你呀，死鬼。哦，你要知道，夜总会的姐妹那么多，人家要保持形象嘛。现在不是约你了吗？嘿嘿，又哄我了，不想守清规戒律了。你说什么时候啊？明天3点钟啊，五根旗杆啊。你说是下午？切，我就不相信你下午不想女人。哎，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你老婆在旁边啊？营业部的菲利普是吧？好的，知道了。哎，就决定3点钟啊，我等你。好好好，哎，就这么说了啊。大惨了，谁找你啊？营业部的菲利后，这么晚了还谈公事。我要你，我要你的爱。今天不知道搞到几点钟才能下班。有这么多议程要讨论，我看我们来得及看5:30的电影。
5:30，你真会说笑话。有肯斯通在场啊，看午夜场还差不多。哼，事事没有绝对的。阿展啊，是啊是啊。哎，文康，哎，我突然间有事情，你们先开会好了。舅舅，什么事？哎呀，我有一个老同学，他那个妈妈突然间死了。啊！哎呀，这谁也没想到啊！上个星期我还跟他老人家一块吃饭，龙精虎猛的。可是谁知道今天早上突然说肚子疼，赶快就送他去医院检查了。原来啊，癌细胞已经散布到全身了。最悲惨的是啊，连他儿子最后的一面呢，妈妈都没见着。你说做人多悲惨！舅舅，那我们要不要等你回来开会呀？啊？我看是来不及了。我要帮他办点事情嘛，待会儿要陪他去生死注册处拿死亡证啊，又要去殡仪馆呢、啊哦、不知道他信什么教，和尚牧师都要请来、哦、随便他挑好了、哦、哎呀，世事变幻莫测，这样吧，哎，你们先开会、啊、你自己拿大主意、啊、舅舅你去吧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去吧，世事多变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这样嘛，人家死人了。总经理，放下，开会开会。好，我们开会。关于卖不卖电视广告这个问题，阿伦，你先把计划书拟出来，然后我跟舒婷研究过再做决定。是，总经理。请问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？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散会。好。哎，好久没这么早下班了。是啊，5:05呢、啊，为什么这么快啊、嗯？为什么？当然快了，没有肯斯通在这高谈阔论吗？他没告诉你吗？嗯，很好笑吗？吃了开心果、啊、笑。没什么。要是每次开会都像今天就好了，快而好。并不是不可以，不过难一点。三叔，这样好了，你升他的职，让他当顾问，只拿薪水不办事，到时候就天下太平。阿弥陀佛了。哎呀，这样不是更糟？什么叫顾问呢？就是靠一张嘴啊指点我们，你还嫌他的话不够多啊？我认为还是别调那个 Percher 去邻村，最好调肯斯通去。对不起，我文件忘了拿。简直是胡闹，我真是看不惯。姐，不是我说他们，简直闹得一塌糊涂了。妈，文康，过来，坐在这儿，我有话问你。妈，我约了人，我赶时间。站住！你给我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变得目无尊长？张嘴看色通，闭嘴看色通，他是你的舅舅啊，你希望他有看色？妈，没有啊。还有啊，你是不是要把舅舅调到邻村分行？没有这回事。孟康，你对舅舅不满意，你直说好了，我可以不干嘛。那阿才，你看见了，几十年为永业埋头苦干，结果得到什么？把我调去农村喂蚊子。舅舅啊，真的没有这回事啊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表姨，又是你。妈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你开玩笑，怎么不把小野主跟扫把星调到你身边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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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不对。舅舅，对不起啊。妈，那我出去了。到哪儿去啊？我约人游泳啊。哈、哦，这不用问了，又是那两个混账约你是不是？文康啊，别说一仗一小人之心呢，我始终觉得他们有心在害你。你想一想，早不游晚不游，趁你感冒的时候叫你去游泳，何况今天天气也不好。不许接，回房间。妈，你别这么专制好不好？妈妈不是专制，不是不让你去游泳。等你感冒好了，我叫姨丈跟舅舅陪你去。嗯，妈，我不是3岁的小孩子，有点感冒不要紧的。文康啊，听你妈妈的话，不让你去是为你好。我说了没事，就算有事，阿静一定会照顾我的。阿静，阿静，上次出事的时候她在你身边吗？要不是姨丈跟舅舅下水救你啊，你现在还在哪儿？你真是不可理喻。文康，给我回来！喂，总经理，阿湛，三叔，文康，舒婷，阿静，走啊走啊走啊！怎么还没烟啊？
三叔，我们改天再去玩吧。为什么？啊，你感冒吗？而且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。阿长，是啊。刚才我妈打过电话来啊。是她打过电话。你用不着理她，特别紧张吗？有点感冒根本没什么。三叔，这样好吧，我们今天呢不去野餐，不去游泳，一块看电影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看电影啊，是啊，更好。好，你们去看电影，我去游泳。哎，文康，妈他们怎么小看我都没关系，我绝不会放在心上。可是你们不可以。我们怎么会小看你呢？你们嘴上不承认，其实心里就有，你们的潜意识也有。换成你们，约好了去游泳，会不会愿意小小伤风不去呢？你不会，你不会，你绝对不会。你们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大人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受保护的动物，是个小孩子。文康，舒婷，你不要忘了，是你鼓励我学游泳的，我已经学会了。可是我做梦没想到，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小看我。哎，文康，文康，文康。不然那变成落汤鸡了。好在你这猪排啊很好吃啊。阿静，糟了，干妈打电话来。喂，喂，喂，阿东啊，我是阿战的，总经理没事，他已经回家了。他已经回家了。是啊是啊，马来哥，你听见了没有啊？你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？我们现在可惨了，先别说了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啊啊啊！
舒婷。刚才阿湛打电话来，他说三叔已经平安回家了。真的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别怕了，别哭了，没事了。你平时处事一直是很冷静，很有分寸的，可是我看你今天今天一点主意都没有了，而且手足无措。其实不只是今天，在过去这几年我都是这个样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是往坏的方面去想。我这个人好像是越来越悲观了。舒婷，你的压力实在太大了。自从文杰死了之后，表面上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样的上班，一样的跟你们开玩笑。其实我觉得自己的心境好像老了十年，甚至于二十年。我知道劝人很容易，反正受到伤害的并不是自己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了一件不幸的事断送你自己的青春和幸福，你觉得值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不可以再这么下去的。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件事，那件事实在让我太难忘了，我不能够，就这么忘掉，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我办不到。你办得到，你一定办得到。你常说，你最恨的是没有勇气的人，为什么这次连你自己也没有勇气闯过这一关呢？答应我，也答应你自己，从明天开始做回以前的方淑婷，好不好？
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舒婷，马来高，爸爸。你整夜去哪儿了？爸爸担心死了。爸爸，我们没事了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其实根本什么事都没有。我昨天游了一阵之后，跟着去看两场电影。没事啊。嗯，没事。三叔，你说得很轻松啊，你知不知道昨天我们俩弄得多狼狈啊？刚才海滩去啊，捡到你的外套啊，舒婷啊吓得魂儿都没了，因为你啊从那个沙滩呐、啊、游到对面那个荒岛去了，他冒着狂风暴雨啊自己划着小船出海去找你，小船给浪打翻了，结果困在荒岛啊整夜回不来啊。嚯，这么惊险啊。嗯，舒婷，对不起啊。别这么说，文康，没什么的。嗯，行，总算是平安无事了。三叔，其实我们几个人在永业同甘共苦那么多年，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嗯，应该互相了解，互相体谅，我们怎么会小看你呢？以后有事情别再往歪的地方想。我知道我是有不成熟的地方，可是你辈分高啊。阿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糟糕，脸色发青，一定是昨晚上着凉了，真是可怜。谢谢吴静。舒婷，我陪你去看医生啊。不用了，文康，我吃点特效药就行了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你看你手这么凉啊。舒婷，嗯，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请你吃饭。嗯，让我想一想啊，既不是我生日，又不是你生日，阿倩生日啊。庆祝我们两个人劫后余生，把小命捡回来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。好，我看看什么时间有空啊。明天晚上7:30好不好？京城餐厅。好，那么明天见。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拜拜。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拍的？你想想。在沙捞越。嗯。哦，也好几年了。其实这张照片呢，应该几年前就送给你了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送。我觉得世事很多都是注定的。舒婷，最近也没跳舞啊？好几年没跳了，哎，骨头已经硬了，不会跳了。哎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？是你自己说的，决定做回以前的方舒婷啊？说话要算话啊。Mm-hmm.